苦惨呐、啊！那个小车停在那儿，全部都是车子，都十万了，情况三都已经，全是。那个白车就停在路边嘛，公交车过不去，交警也在现场，拖车也在现场啊，但是呢一直联系不到人，大家说一起把它抬过去方便后面的车通行嘛。没过多久车主就过来了，他就说他在附近吃饭嘛，就没听到电话，就大家都很气愤嘛，就叫他道了歉，然后就让他走了。